家是我和你，邻居们不要闭上了眼睛，我一秒都不想错过你的黎明。世界会不会暂停？大家好，我们是狮子合唱团。因为有些歌手啊，会不喜欢台下自己人，就是在现场会说可能抓宝可梦啊，或者是说看手机。哦，宝可梦这个是严禁，如果发现抓宝可梦，我会立刻拖到旁边，问他说你抓到什么？因为我发现有人在演唱会上有人在看影片啊，我在其他事情啊，那你们怎么办？看什么影片？失速列车。边看电影边看，那就过分了。好，那这一次就是我们的专辑，好，比较深层的，就是比较悲伤。你要听了对不对？好，还是现场朋友。谢谢。你说。不要被我。